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三角形 ABC 中啦，角 A 是等于80度啦，那这个三角形它是等腰三角形，那它问说角 B 呢不可能等于多少，不可能呢等于多少度啦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角 B 可能等于什么角度，有可能呢这两边相等，那角 B 它就有可能什么呢，等于那个二分之180减掉多少呢，减掉80啊，它可能有可能是50度啦，一种可能就这两边相等，或者是说这两边相等，那是80这也是80嘛，160，那160以后所以就是20，角 B 也有可能呢等于20度啦，那或者是说刚刚说这两边相等，这两边相等，还有一种就是这两边如果相等，这两边相等的话，那这个角会等于这个角，所以角 B 也有可能什么呢？等于80度了。只有这三种可能，其他都不可能。好，那一看的话嘛，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选 B 啊。因为那个 ACD 刚好是20，这个50跟80啊。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B 啊 ，B 是不可能的。